开心吗？你的最爱，你居然已经吃完了。吃完 Creator Manager 之后，我们又去了。真开心。经历了，我们现在到白牙，怎么感觉有点下雨？反正现在天是阴的。然后你看这个远方的这个人，去找羊玩，然后把羊给吓走了。哎呀，可惜不能拉筋，我要赶紧记录下这个人的罪行。Cliffs of Moher. 太虚了，智障，自闭儿童的鱼，他的梦想是天。这个人偷了我的墨镜，他自己不戴墨镜还偷我的。今天天气特别的好，啊，今天太阳闪瞎了我的双眼。嗯，你别插我那个什么，可爱的我又回来了。我们现在去吃早餐。我忘了这家店叫什么，叫 Sugar Duff。这个是 Turkish 的 egg 和什么，哎，和 garlic 什么的，说，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好了，开动了，开动了。哎呦！
一款。真的哎。全是这样，太有意思了。去看看吧。黄。我觉得我拍的特别不负责任，但是就这样吧。我们刚才吃了什么 ？Native oysters。他又开始智障自己儿童了，躺在，然后我哎呦躺软了，我不仅能躺在这儿，我还有喝的，哎看不看的，我这只大鸟。要是就这么躺着考试就能考过的话，这就是白日做梦的人，像一个，哎呦，你真是太过分了。是的，我们买了 donuts， 哪儿呢？别动，哇，好香啊！啊，太烫了。烫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走吧。这是一只坐在音箱上的鸟。我们现在在游乐园里，但是似乎。手机需要响。
啊，好吓人啊。但似乎并没有什么人。我是真的有点恐怖，我靠，吓死了，好害怕呀。香，别看了。你为什么拍我呢？我等着你拍完吃鸡呢。你吓死了，吃吧。可以吃小汽车、小恐龙。怎么样？看看我的阿瓦卡豆。阿瓦卡豆和 salmon， 还有这个叫 Sussex breakfast， 是吧？你也不理我。Sussex 现在直播沙蛋。